你不知道这边不可以摆摊吗？我刚开始拍啊。刚开始拍？对啊。它是营业的吗？是营业的呀，就刚开始营业嘛，好多人在拍照啊，警官。拍照？你拍照让小猫咪穿这个啥？哎，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啊，走光。他得跟你走一趟，对，那不行，我们都在拍摄呢，路漫展嘛，大家都在拍照啊。那哪里有小猫咪穿这么少？别人家小猫都穿的严严实实的。哪有别人家小猫穿的比这还少？那跟我走一趟，这只猫我要带走了。你带走？啊、嗯，那不能带走，那我家猫你怎么能带走呢？那你也跟我走一趟吧。我也跟你走一趟。跟我走一趟。那别人这么多，你怎么不抓就抓我呀？那他穿的这么少，这是就是福利猫呀。你快点跟我走一趟，别逼我动粗、哦、我的刑法可是很吓人的。我感觉你是正规警官吗？我当然是正规警官啦，你怀疑我？你有警官证吗？这是哪儿的警官证？根本不认识。动物城的呀。动物城的、嗯、好吧，那跟我走一趟，这就扣上啊。来，走，快跟我走一趟。这就走啊？你难道想违抗我吗？我怎么还有手铐？我没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就拍个照啊。你让小猫咪出来卖福利啊？它就是一个网红猫，就穿小裙子拍拍照。我怀疑你有点变态，快跟我走吧。那去哪呀？去哪呀？你跟我走。哎，